这里已经经营了8年的时间，然后我顾客所谓的这里的熟客，他们都是喜欢我这里的海南传统风味，因为他们说很多地方你找没有了。我的汤汁，更喜欢我汤汁原因是因为我又熬3个小时时间，我们也是用牛的骨头大骨来熬。这个地区以前是很多人就是习惯叫这边的国泰嘛 KD 嘛，英文就是 KD， 然后这边有一个叫 KD 西苑。我在微信外面我都很低调，我就讲好好谢谢谢谢。我来这里光顾了整7-8年了，味道不错，我很喜欢它的汤，还一直喜欢喝这里的牛肉的汤。我比较喜欢吃它的牛杂，这它的牛杂材料都很新鲜呐、不会很硬啊，软硬适中，这蛮帅的。这里牛肉面味道好，酱料味道也好，而且也不贵，我经常来吃，一个星期来3到4回。